他年少成名，成为时代最棒偶像。王俊凯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？最近中餐厅热播节目里负责认真的小凯又收获了一大批人的喜爱。王俊凯不只是个名字，还是现在爱豆的一种代表。少年成名的背后是不演戏，坚持突破自己。这个热心芳华的少年挟裹着对未来的憧憬一路前行。王俊凯，现在的他青涩正从俊美的脸庞慢慢褪去，精美的眉眼正向棱角清楚过渡。秀场、演唱会、高考、大学，这些过往的成绩正是尽力的结果。那些掩藏在表面下的安然和温文，那眸子也依然清澈，不见油滑，那里只有芳华里的明亮和生气勃勃。在图片中的少年滑着夹板，感觉是跟着节奏一同跳动的身体，还有举手投足的洒脱和活力与热心。王俊凯有许多面，可是每一面都让人惊喜。以前还没有驾照的他，喜爱骑车、脚踏车，飞驰着，感觉像是自在的风。万众瞩目的少年是偶像，想在烦乱的大街自由的生活，再继续前进着。在生长的道路上，王俊凯身上有早已历练的老练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新鲜。王俊凯身上有着多种身份，爱豆、模特、歌手、艺人、大学生，用斜杠变换多个身份，传递着不同的精彩。不仅是一种效率，更是一种认可。这些身份关于他来说，驾驭起来都得心应手的，每一个身份都处理得非常好，都尽最大的尽力去平和，不需求故意观察和仿照。他会有他自己的状况，在舞台上的自己谁也帮不了自己，只有自己可以突破自己。舞台上的他收放自如，沉着内敛，自会让人喜欢。从青涩的小男孩长到现在的阳光帅少年，时刻见证了小凯生长的蜕变。少年坚决的决心和愿望，也表现出他绝无仅有的音乐态度。从十岁起，王俊凯就站在了荧光灯下，在屋头上，在镜头前，他扛住了压力，是为了出现最好的状况，为了粉丝表演最佳的表演。出演张导电影，演小皇帝，穿戴皇服，站在殿上看着朝臣。王俊凯没有作为新人的幼嫩，他把人物的新鲜转变得非常好，而且拿捏的也刚适宜。那时候的王俊凯就显露出对表演的天分。到了少年惊羽，未开口时先聊阵，他早已让人投入到起演的角色之中。年少走红，让王俊凯收成了许多，也收成了不同人喝彩与仰慕。可是很少有人关注他私下流的汗水，满满的行程里还要挪出时间学习。别的同学可能已经睡得很熟，而他还在挑灯夜读。这样的少年怎样不让人喜爱？在别的同学们在纵情享用假日，而小凯却从未终止繁忙。他说自己并没有故意的保持什么正能量的偶像，而是自己的性格就是如此。不依靠鸡汤的俊凯，从不需求靠着他人的话尽力，所以他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有影响力。每次说尽力就有报答来鼓励自己的时，小凯会在前面加上许多个尽力，走到他想到达的未来。本文由娱乐娱乐越娱越乐原创。